大家好，我是 Darky， 冇错，今日我哋翻翻嚟《奇迹女帝》嘅第四代《闪耀亮亮》系冇错，佢终于供产，佢终于供产啦！佢本来话2018年会完工，之后而家2019年，而家2019年4月10日，好嘢，佢真系好捻好嘢啫。之后咧就系咁样 ，OK， 咁我哋开始啦。星雨阵咩噶？其实唔系个唔系有唔系冇声，系我惊佢一阵间爆啲声出嚟之后，仆街食到。呜！你好，我是暖暖。大声啲。服装搭配是有力量的哦。这么说你可能不太明白，让我们先试试吧。哦，靓哦 ，OK 哦。揿咗呢度。之后再揿呢度，系啊，之后 ，OK， 差唔多玩翻。长得一腿美腿，OK， 3000多分，你同我讲完美，你真系识讲笑。你戴得真好，多谢。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好，我哋打咩名呢？可唔可以特殊符号咧？屌，打错。可唔可以特殊符号？现在，诶，可以哦。新的旅程了，要和我一起吗？好，要 download 嘢，大家等一阵，我一阵间翻嚟。原来仲有呢啲嘢，真系会咁样 loading 噶嘛？哦，左一我知边个。呢个应该类似系喺即系暖暖之前发生嘅事咯。画风都几靓。几靓仔。莉莉丝。呢个叫莉莉丝，唔通暗示紧莉莉丝王国？型嘅名字，我觉得好似周奇乐啊！屌，几靓 ，not bad。哇，喂，亮亮。即應該翻翻轉頭啦，誒仲未翻轉頭，會唔會多啲啊？哇，黐線 ！OK， 翻翻轉頭啦，咁我哋一陣間再翻嚟。OK， 翻嚟，我哋開始旅程，俾少少時間去攞。應該全部有配音啊！解鎖新地圖花形陣。OK， 有少少，有少少，即系佢有少暖遇嘅阴意，有少暖遇嘅背影啊！你明唔明啊？佢唔系奇迹暖暖嗰种感觉，佢有暖遇嘅背影咯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在哪里？哇！把声咁得意嘅位。哇，好正喎！啲配音，
观测到了唯一的结局，但留下了一个很小且不可预测的数值。结局会因此而改变吗？你究竟是谁？突然变翻大个，是赋予你命运的人。哇顶！开始故事。啊、哦，原来是做梦啊！大喵，做梦真是太可怕了。我现在头还有点痛。大喵，监狱。哇，玩你！警察都有回音。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还问我为什么？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知道吗？可是我完全想不起来了。呀，看起来明明还未成年，居然还会酗酒。啊？不好意思，警察先生，这可能是个误会。误会？整个奇迹大陆还没人敢说我抓错人呢，给我正经点，去拍照登记了。等一下，蝴蝶结究竟应该怎么绑呢？我见到条底裤。哪一张？你拍出来效果会怎样？为什么你碰我的脚？我不是腿控啊！我继续啊。姓名、年龄、职业。暖暖，19岁，我是搭配师。您刚才说这里是奇迹大陆吧？不是奇迹大陆还能是什么？奇怪大陆吗？别转移话题，家里地址报一下，身份证或护照拿出来。又是异世界。你真的不知道嘛，等你啊。喂，等一下，暖暖，有人来保释你，办一下手续就可以出去了。保释我？谁啊？是一只会说话的猫吗？再跟我开玩笑，就拘留你3天。哦，这个袋好熟面口，我有见过这个袋。还有这么多东西啊，屌！这衣服是我的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读快点。这女孩
来有点傻，没问出什么有用的讯息，我们的记录里也没找到他的资料，来历不明，很可疑。来历不明？喂，呢个咪嗰个好鬼，我话好鬼似周奇乐嗰条友，嗰个系咩？佢叫咩？系 Lock On， 系。都玩，就这样把他放走了，完全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。你只需要知道，这可是在改变世界的未来呢。OK。谢谢你来到我心里，你会陪我去寻找记忆的起点吗？好，内心世界自由换装。套装抖落繁星，俾少时间去捞啦，唔得啊！粉粉嫩嫩，我的少女心要爆炸了。是冇啲咩嘢好改。这套搭配我好喜欢，谢谢你。点啊？有少腾讯嘅感觉。七登录，点击签就好。得啦，我知啦。大妈把声，大喵，我还以为跟你走散了呢。那些警察为什么要抓你？你没被为难吧？有少少，真系好似应该系大陆配音嚟嘅。我也不知道，而且很奇怪的是，我好像忘记了不少事情，完全想不起来为什么会被抓。昨天我们刚到的时候，我看你的状态就有些不太对劲。你不会因为穿越时空？失忆了吧？穿越时空？哇！你真的忘了吗？我们穿越回到了680年前的奇迹大陆呀！哈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大喵，今天是愚人节吗？啊？现在我学聪明了，可不会再轻易上当了。不会吧，暖暖？当时可是你自己非要坚持回到680年前的，说什么一定要改变未来。你是说真的？当然了，谁在跟你开玩笑啊？大喵，你先冷静一下。你刚才说我非要回到680年前的奇迹大陆，要改变世界的未来？是啊。为什么我要改变世界的未来？暖暖，你不要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啊！680年前，这里真的是680年前的奇迹大陆吗？看来你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前面就是服装店了，我们先去打听一下这个世界的情况吧。也许等一下我就想起来了呢。但愿如此吧。欢迎光临，我是海哲，需要我为你推荐衣服吗？是不是海英？他给我感觉又真的有点像海英啊，你不知道？海哲你好，我不是来买衣服的，我想了解一下花影镇的情况，我们是来旅游的。好啊，想了解些什么呢？我叫暖暖，是一个搭配师，可不可以麻烦你介绍一下设计和搭配相关的情况？你是搭配师？那你来对地方了。别看花营镇是个小城镇，我们的服装产业可是很厉害的哦。
我们镇上经常举办各种搭配和设计的比赛，你有空也可以去看一下，能够大大增强自己的搭配之力哦。搭配之力？你是不是搭配师啊？连这都不知道。搭配之力可是衡量搭配师搭配实力的重要标准。每件衣服都会有不同属性的搭配之力。上面没有特别那么多。搭配师要透过收集更多的衣服，增强自己的搭配之力啊。说起来，这段时间来我们镇上的搭配师好像很多，而且搭配之力都非常强呢。突然出现在小镇上的强大搭配师，大喵，你说我们来花营镇的目的，会不会和他们也有关系？这么一说，感觉很有可能。你是来找那些搭配师的，难道你也？不不不，我只是普通的搭配师。不如你跟我进行一场搭配比赛吧，就当是陪我练习。好啊，我那主题就定清新日常的逛街装扮。我真的想穿服装店的衣服随便你挑，就当做送你一件礼物吧。哇，又系送嘢，阿海哲。哇，从来出去买东西玩那么大。哇，顶你啊。等之后来这个。哇，KKK 好得啦，我哋终于自由啦。佢我冇啊，屌！心之门系咩嚟噶？我哋免费感应一次，系得啦，我知啊，我想睇啊，得啦。妖，我想突人啊！你唔好控制住我啦。哦，我呢啲 OK 啊，但系翻嚟觉得佢依个咁嘅版面咧，就冇奇迹两段设计得够好。唔系应该咁讲，我睇惯咗。服装集团的创始人在和你说话，真的是，仲要真的创始人 ，What the fuck？ 诶 ，skip 啦，唔该。啊屌，所以唔好咁快 skip 嚟，咁快 skip 你真，唉，福女，奇幻之国。分享獨家記憶，好，我哋一陣間翻嚟。OK， 翻嚟啊，分享咗之後就出翻去，每日簽到。好，郵件全部領取。
一班钻石。OK， 我哋今次去到咁多先啦，再去落去咧会扑街嘅 ，get 到嘛？总言之，去咁多先。咁啊 ，Darky， 我究竟做乜嘢？我太耐冇讲个开场白，一定系。好啦 ，Darky 嘅 Like 同 Subscribe， 我哋下一次嘅死唔要再见，拜拜。